这儿，你这个锅还吃不吃啊？你火开在哪？啊，我还在等它煮熟呢。你这火开这么大，啥东西煮不熟？现在我们是就等倒过来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在倒没过来之前吃点东西是吧？他们怎么还不来？ 我们没剩什么了，他们可能在set那个小黑屋。我觉得我的这个服装造型老师对我跟我有仇哎，好热。每次都是这样吗？每次都是这样。上次不是毛衣吗？二一，请投票。队长的选择。 任务卡。哦，哎，哦，是不是挡着我们发现我们没发现了？哇！我们待会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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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待会儿。哦，你们吃菜吗？我菠菜没有啊。有，这里有，这一片，这块就是我的。谢谢。哥，你喜欢菠菜吗？来来来，我都这么多没关系。 谢谢。哎，很难得看你吃菜。这个是什么羊肉啊？应该是羊肉吧。节目组会把我变成一只猪啊？给点菠菜好吗？哥，两个给你。哦 ，Thank you。 哥，只剩下两，它一共就几片而已。生菜行不行？这个也行，对吧？嗯，才弄个，哦，那个这样我记得。啊，啥白白菜？啊，他一个人是辣锅，对吧？厉害。哎，这个不用煮很熟吧？ 蔬菜其实就烫一下就好了嘛，不用煮那么久啊。第一个回忆就是跟你吃雪糕。你是说想在哪里吃？你想吃什么雪糕？回忆一下吃同一样牌子、同一样的雪糕，在那个便利店前面。是蛋筒吧？是那个蛋筒吧？对啊。那个蛋筒没有了，现在。 我都肥了很多，上次到现在。现在看着挺正常。你真的瘦太多了，我天！来来来，你上次是过瘦。上次真的有点太心疼了。吓到了，吓到了。你也是吗？第一次见到我这么瘦。不是现在。之前啊。但见的不多吧，咱俩。对，就是。就硬是比微博之夜瘦很多。 哦，那是有减肥吗？还是没有？对，减肥，然后减就没完没了了，就变成这样。怎么减？每天就是吃东西，是吃沙拉，不会没体力吗？还好。还是你用那个什么16小时那个不吃东西的方法？没有，我是早上跟中午吃的很饱，然后中间隔10小时，对不对？中间就不会一饿的话就喝。 果汁，去长沙我的天，疯掉了！就到长沙就没有办法减肥的那种，你知道吗？首先一碗那个酱油拌饭吧，猪油拌饭，哦，猪油拌饭，哦，对对对，再来一碗米粉，卤粉，卤粉也可以，可以啊，现在。哎，猪油拌饭辣吗？不辣，不辣，香的，猪油是香的。 只是猪油还有饭，在后面拌，还有一点酱油。好，试一下，试一下，我明天就去。
椰奶用广东话怎么说？椰奶，椰奶，椰奶，椰子奶喎。我哋通常都叫系，我哋通常都叫佢椰汁，椰汁，椰汁。我们叫椰椰汁，椰椰椰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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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椰汁。我哋，我哋呢班打工仔。呢首歌你会？当然啦，这首歌是我很少哎，我都几乎没听到。许冠杰，八零年代咩？许冠杰啊，我爸很喜欢。对啊，我还喜欢梅艳芳。哇，我很喜欢。我跟梅艳芳同一家公司，一起。对。Hello， 导演，你错过了跟马云老师的通话连线。不是，嗨，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好。绚烂的世界存在那么多的诱惑，发大海，这次为自己做个选择，用最简单的方法诠释自我。扬起头，放下所有负荷，用肢体动作让你了解我的独特。沸腾的灵魂在我体内住着，哪怕人间的。去年我们 P 过一张图，给马云发明了个舞种叫 shopping。哎，其实我觉得马云老师可以来上这个节目，来当一次这个主理人啊。他挺要跳舞的。我觉得可以做一次 battle 的评选。哦，可以。我觉得孙红雷老师真的可以。是。大家平时有没有网络购物的习惯？有啊，你有吗？日用品啊，梳子啊什么的，洗脸用的那个头巾。一波的人有网络购物经历吗？有啊，买滑板。你有多少个滑板？我请问一下。可能30多块吧。哎，就是挂在墙上。我以后准备挂。嗯。然后买配件主要是。桥就支架、轮子啊、轴承啊、砂纸啊，那些卖得多。哎，这是一博自己的板吧？啊，我自己的。自己定制的吗？不是，我自己拼的。你听着呢？也买，买一些外卖啊，一些菜啊。嗯。那你的网络购物是以吃为主？对。小花队长呢？没有网购，从来不购物。我是老人。我在自己家买了个跑步机，一般都到家以后先跑个步。每天坚持吗？几乎每天坚持，因为我以前很胖，160减到了120，就是跑步，还有就是不能吃。嗯，我很胖的练习生的时候，75公斤，76公斤，那一减到现在就是60吧，60、59。你是吗？公司多少公斤啊？我现在吗？嗯，我60。哦，你也60？你哥你也是？65。我71现在。我看你们也没什么忌口。记得就是一天吃顶多吃一顿，就一顿吃饱了就不吃了。我是一般是这么给自己要求的，但一般做不到。但是做不到的话就多跳舞呗，或者是多运动啊什么的。但真的我们是来这里才吃这么多，平时我们都不是这样的，所以来到这里都。我是变胖的。不行，不可以再吃了。